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噼里啪啦》。由马思纯、沈一伦主演的《将军在上》在近日掀起一阵热度。剧中叶昭与安太妃的婆媳关系可以说一直不太好，叶昭尽力讨好婆婆，却屡次弄巧成拙。婆婆也因为叶昭性子太大男人，甚至带着自己的儿子整天不务正业而讨厌叶昭。在接下来的剧情中，婆婆得知叶昭怀有身孕，态度突然大反转。叶昭虽然性子也，但是却是大宋第一女强人，生下来的孩子也必然会遗传她优良的血统。于是婆婆整日想着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儿媳，对叶昭可以说是百依百顺。